台湾呐、啊，前天已经飙到了39.3度，很令人感觉到受不了。其实呢，还有的地方比这样热更热哦。所以啊，平常天地之间啊，气候调和呢，我们该不该说感恩呐？慈济人常常都这么说：敬天爱地，聚福缘。没有错，我们啊要感谢天，感谢地啊，我们要尊敬天，也爱好这一块土地啊，因为呢，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大空间里，这样的大空间能顺调日常生活中。应该顺着人的道理哦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气候就会不调。因为气候循着人心，人心不调，很自然的气候就不调。因为呢，人类共业呀、啊，那人人自私，人人贪，这个贪与贫。中国字啊，造字很好哦，在电脑上啊，有的时候要写贪字，常常都浮现了贫啊，我就会说，我不要贫，我要写的是贪。可是有的时候要写贫，偏偏呢，它又浮现了贪。哦、感觉到这两个字呢都是纠结不清、哦、所以我们人心也是一样、哦、有的贪玩贪享受等等、啊、就会呢这心灵啊都是贪了自己的意念，它就是无法付出一点点的爱以能量给所需要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培养出来这一念心，不要有贪玩贪乐而忘掉了自己的长辈，忘掉了人世间的苦难。所以我们要培养心中大富，人人的心条明亮起来，人间呢就是祥和多咯。看到了慈济人全台都在推动祈福晚会，台南啊这一次的祈祷的地点很特殊，在一个万年殿前面的举办哦，那大家呢都是在那里做宣导啊，要减碳节能，节能减碳啊。同时呢，也跟大家分享哦，要种树。这么热的气候呢，假如你能多种树啦，胜过于装冷气。还有呢，不要砍树，树砍下来呢，制造纸，那又把纸呢烧掉，制造了这个二氧化碳，污染空气。所以不断呢，先导不要烧纸钱，也不要杀生，要培养爱心，那提高呢国民的智慧信仰。我真的很感恩所有的慈济人呢、啊，这么热的气候，白天晚上啊，街头巷尾呢去做宣导哦，也看到了四川青年志工营啊，这两天来呢很有心得，而且呢落实在生活中，
这一群孩子呢，平常的父母照顾得好好的哦，那他们呢这样的生活营，却感觉到这样的付出清理家园的感觉，爬高的擦窗户啦，趴在地上的擦地板啦，等等呢，大家呢都做得很开心，相信呢这一次的课程啊，也有台湾去的年轻人，也有呢当地的志工菩萨们，这样的汇合起来，打开了人人呢那一扇明亮之窗啊，让他的心门打开，让光呢柔软的光啊能透进来，这样的心灵如何人与人之间互动互爱，这都是这一次这一群年轻人的活动，让他们 来分享，也有呢曾经在这汶川地震的时候来当小志工的小朋友，这一位张静呢也是其中之一哦，他被我们的大医王呢感动啊，他就立志啊要当医生，觉得当个医生真的很有用，然后后来我也选择了学医，然后就是以后发愿吧，做一个大医王，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体，然后一起让它传出去吧。看了这一群孩子成长的过程啊，那曾经看过呢这样远来的菩萨来投入呢关怀，这样的爱心，这样的诚心，也启动了他的志向要当医生，真的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果然呢考上了医学院啦，他还要呢立愿呢当一个好医师，我们都要很虔诚来为他祝福。人世间少不了医师的行业哦，因为呢有了医师，人的生命才有保障啊，所以当医师呢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事业，但愿这一群孩子能达成他的心愿，做得到。昨天呢、也看到啊，成燕施工的小牛啊，也跟大家来分享，而且呢，陈浩呢跟他的对答、我想问你一下，您随时的过程当中，最让你感动的上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有一句话施工上说的。师父每天都等着，在等每一位，每一位进士弟子打开心门，每天都在门前等我们打开心门。一旦打开了心门，佛光就会照进来。这是在台东进士堂师公善在开示中说的。师公善的法真的让我学习很多。尤其是这两个月来，师公善一直为众生说法，所以我也会把握机会，我要继续的听闻师公善的佛法，也要时时的看人间菩提，还有净思成语，也希望师公善可以安心。他呢，还记得随师的时候呢，在台东啊，师公对大家说的话，希望人人打开心门，让佛光照进来。看这样的清净的心啊，这样的智慧啊，不受周围的环境所污染哦，他那一份坚定的志向哦，相信呢，他未来也是一位呢。这承担天下事的菩萨，因为今天呢要回台北了啦，其实呢彼此都难舍哦，但是呢
我就跟他说，我们要很轻轻松松的好好的把华带回去，回去怎么怎么做哈？那我们的心永远不离开，你要天天呢把你的心得要寄回来，明年的这个时候要见证你的成长，要见证你的心得。昨天师公也跟他约定了，好吧。总而言之呢，人生啊没有距离感呐、啊，他还是呢回到美国还是那样的贴心，要不能在身边呐、啊，话不入心呢、啊，烦恼多多呢，也等于是跟师公的距离很远哦。所以啊，这种深的距离哈、哦，实在是无距离的感觉哈、哦，没有距离感呐、啊，只要心哈、哦。